欠空四年六年啊，你都空了哦，行差了啊，还快十八年了。你车厂不离开，不得安全哦。啊，嘿，先看三级半吗？搬家到前面得了。这种时间，哎，转到他们去捡去喂苗哦。宝贝，你工厂要差样的呢？啊，时间离过，然后他们去捡苗。唔带唔苗唔苗唔苗哦。就做一撮打死来。哦。再打打打碎，把些打碎碎皮出来。人少太差，很多人听的很多皮，明白没？打打皮，打皮。叫了两下噻，你讲呗讲呗，眼睛一下，还不老么讲，我先说。Thank you.